现在是北京时间6月19号早上7:40，这里是四川泸州沱江一桥桥下。看哈是小区哦，在电线杆都断了。真火。河水断了，你看啊，这里是山上淹成泥水成排放这儿的，你看河水都涨到这个位置了。这个山区是洪水哦，哎，要注意安全哦，看啥子雨渣。哦，时间！哇哦 ，OK。这就是新街，新街，天津没得这样光文啊！喂，早就说过这个事情。喂，你好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东海龙的电话号码多少？为什么我们这里总是天天下雨？我订的套餐是。这个舅舅的房子还有壳，这里舅舅的房子已经没得了。这里还有几个加工的房子已经成了河了。这种哪还是往那路口里倒，全部都着了。喂，你看那点，那点还是那么倒不动。好几儿拿的水，着着。哦哟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挖头，挖头！快想洗干净噻！拐拐拐，房子到大就走，拐越来越大了，拐弯拐弯，拐拐拐拐拐。
这个水不得了，好多年没涨那么大了，从来没见过那么大水哟，涨得多都在安湾喽。我就不要做什么了。哎呦，房子都安完喽。这十万街上你看你得钱的起步了起步了起步了，因为这啥子事情的水比八一年还凶，好吓人喽、哦！看一下，整个小区被淹完了，整个石板滩都被淹了，还继续的涨。房子冲垮了几家了，看哈嘛，看哈嘛，又要冲垮了。冲了，越来越冲了。好，叫叫叫。糟了糟了，这个房子糟了，这水床把房子冲倒了，看着看着倒，这滨江路朝了，没朝了，没朝了房子，看着看着倒，哦，糟了倒了。羡慕羡慕羡慕，看到不？看到吗？我现在是在武汉长江二桥上面。你看这条每天早晨好多人跑步的这条路已经全部都淹了，真是太吓人了。嗯。